这只香槟色泰迪好看哈。是的，还有它的毛也太好了，五官都看不到了。对，只能看到一个小黑笔头，并且颜色也很均匀，还吐着小舌头呢。接下来开修吧，看看眼睛是大是小。好的。哎呀，还不该睁眼睛呢。再看一下另一只，哇塞，这也太好看了吧。是的，又黑又亮的。接着再把小脸修圆一点。好嘞。这是知道自己变美了哈，还吐着小舌头呢。看一下它的五官吧。好的，它的嘴巴比较短，只有一指宽。再看一下侧身，毛量又多又密，而且体型也小，标准的高腿方体。再来看一下正脸，哎呀，这也太像个玩具小熊了，给我吧，给你拍个美美的照片，看看哪个家长看上你吧。